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y，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，关注我，免费福利送不停。今天又为大家带来一款免费的高速 VPN，我实测了一下它的速度，随随便便可以去到1万多、2万开。我们平常上上网看看东西是绝对够的了，最重要的是它有超级多的节点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正题。我们来到手机端，OK，大家看到啊，我已经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一款 VPN，它的名字就叫 Tunnel VPN，啊，形状就像一把钥匙，意思就是打开 VPN 的钥匙。好了，我们打开它。OK，这个界面也是非常的简洁啊，非常的简洁。这个是 Pro 专业版的一个国家模式。那这边这就不管它的了啊，不管它的了。那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节点啊，它的节点超级的多，大家看一下，每个国家都有几百个节点啊，几十几百个节点，看看，非常的多，非常的多啊，全球各个地方基本上都有，基本上都有啊。那我们随便找个节点来连一下看看啊，打比方我们连个台湾的，看看，OK，我们点。连接，好，现在打勾了，表示它已经连上了。OK，那我们来到主页，我们打开浏览器看一下，我们打开 YouTube，看看它的速度怎么样。OK，我们打开 YouTube，那随便打开一个视频，我们看一下。来看有个广告，稍等片刻。好了，大家看到这个基本上是很流畅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把它的，它本身是 1080P 的了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速度。OK，目前的速度是16000、17000，啊，现在是17000开，17000开，我们来快进一下，看看是一个什么情况。OK，我们快进一下。基本上也是秒开啊，秒开，没有什么迟钝的。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速度。OK，现在去到29000，现在去到29000，稳定了一下呢，下面去了29000，这个速度是非常 OK 的了。啊，免费的用的话，我都非常满意了，我都非常满意了啊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。假设我的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请不要忘记了为我关注、点赞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